旅行是吧？当我踏踏实实走上每一步，谁也挡不住我以后要走的路。不管多远，我一直在坚持。我相信经历太多会有我的故事，眼睛就是心灵的窗口，如果累了闭眼睛停留。 So let me fight， 谁会给我期待？如果离开我将不会在自己一个人孤单去旅行，从北平到北京一路北行，谁会用耳朵仔细去听我的声音不会太平静。撒过停，我会在你的身旁，有我在你身边会找到方向。这个地方我好像来过，有我的脚印，谁陪我生活？我看见，啦啦啦啦啦，闭上眼，都怪我太过倔强，一直在蔓延。桌上空着的相框。谁会在你的身边？